A one, a two, a three, a four, a five.唱啊！什么？唱进去啊！你光在这唱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前面怎么样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唱的是很开心。你该唱的时候为什么不唱呢？带着一块儿来吧。好嘞，准备啊！哦哈，哦哈，哦哈。Every day is good day。唱错啦！你好乱、啊！你那个颤音早了点儿。It's good day。你不要一直晃来晃去，好不好？你是 It's good day day。我被唱出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一直晃来晃。你自己一直在晃，你看看回放。你知道现在有两个人都被你干扰了，知道吗？我下面都是这样的，我怎么唱啊？你能不能坐站？我侧站怎么唱、啊？我就是侧站的。你在侧面侧站是对的。什么？那好，我也这样站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在中间。龙哥，这俩如果是踢球的，在球场上，给他腿都给他们踢断。现在也想。对不起。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没有问题。现在四周都是一样的，那个声音，四周都一样的。喂，对，可以，我到那儿。对呀、啊，这多好！来来，导师。我不能看你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你唱，但你别看我，行不行？你不要看我，我就不知道我看你啊！我受不了，我，我对他，我怎么能笑出来？迪哥已经受不了了。你要热的话，你就脱了。马迪疯了，迪哥已经受不了了。(笑)分组吧，一定得分组。一个整体为什么要给它分开呢？因为咱一起吧，太乱了，就根本写不进去，就哈哈，在这瞎哈哈。你们是六个人哈？对，六个人。六个人说正常分就一半一半呗。对，一半一半。这样，龙哥跟迪哥要人呗。你们还是了解了解再要吧，你盲目的要不行啊。考核一下他们，然后选学员嘛。哎，可以。音乐考核，音乐考核嘛。这么一说，我斗志还起来了，来吧。来，这就是舞台。来吧，那怎么考啊？比如说我一个音乐的外行，比如说高音练习、低音练习，对，然后打气泡音，还有那种比如说弹舌，咱们先把这个简单的展示一下，好不好 ？OK OK。那我们就开始呗，从超哥开始吧，超哥，我们按顺序这样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说的气泡音，我特别好奇。哎，机位呢？有啊，就那个吗？因为这个得这么停，得近一点，考官。啊，好。你有病吧？我需要它有一些旋律。OK。哇哇！啥呀？旋律？不是变换口型，是旋律，是旋律，旋律，你听得懂吗？给一个呀，给一个。春天在哪里？我希望用气泡音听到春天在哪里。